娱乐频道美综合报道。25岁中国女星杨采钰去年演出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《芳华》，在塞班国际影展中夺了最佳女配角，精湛演技备受肯定，星途一片光明。有人拍到她与刘亦菲的前爹陈金飞互动密切，被讥是老牛配嫩草。今年56岁的陈金飞为中国娱乐公司的 CEO， 与刘亦菲母亲刘晓丽关系匪浅，他也是刘亦菲的前爹。有人目击陈金飞与杨采钰在大街上模样亲密，只见杨采钰在男方面前笑容灿烂，似乎被逗得十分开心，接住陈金飞更是一把抱住杨采钰，在路上打完亲亲秀。从杨采钰的衣服可看出照片是在夏天所拍摄，与现在已相隔一段时间，但这段相差30岁的父女恋仍让外界惊愕不已。其实杨采钰与刘亦菲同属气质女星，眉眼间有些相似，更有人称杨采钰是天仙第二，视她为刘亦菲的接班人。但双叔间不和传闻已久，过去杨采钰曾按一篇爆料刘亦菲的文章赞，之后虽收回，但仍掀起话题。而在杨采钰的热吻照曝光后，今日刘亦菲在微博 PO 出呵呵哒，虽仅有三字，但十分耐人寻味，也引起热烈讨论。杨采钰被拍到与陈金飞当街热吻，翻摄自吐槽地声，回复微博杨采钰演技备受肯定，翻摄自杨采钰微博杨采钰左过去被视为刘亦菲接班人，翻摄自网红趣闻微博。